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哪？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7000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冰岛或希腊，南美不去吗？沙漠你爱吗？我问太多了。只有一两天，白昼很长，夜很短，夜晚有三年，知道吗？今天的消息说，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？要不再说呢？退休一年吧，一年能等吗？你还去吗？